Blade 和 Source Music 推出的女团子 Selapin 作为防弹少年团第一个师妹，在宣布成团时就因为有 IZONE 出身的宫胁孝良和金彩媛加入而话题满分。虽然出道前团员卡兰爆出黑历史，最后还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出道。而出道 showcase 一结束，日籍成员中村一夜立刻登上韩网热搜，高颜值美貌戳中网友内心，更被封为首置第二。今年19岁的卡萨从小学习芭蕾，极具天分的他得到很多奖项，还在2019年前往荷兰国家芭蕾舞学院留学。出道前的形象照就以优雅身段让人印象深刻。日前的 Selapin 频道中释出 MV 拍摄花絮，其中一段卡萨靠在门上的画面在网上引发一阵讨论。高难度动作不仅是让粉丝惊呆，连团员们看到都是这个反应。没想到 MV 中几秒的画面让一夜又瞬间引发热烈讨论，只能说卡萨完全靠着实力和外表征服大批网友的心啊。